怎奈美妙的琴声啊，待我越墙而过。我当是何物？原来是一块手帕。哎呀呀呀呀，好香啊！像是放在石桌之上了。哎呀，小姐怎么没有啊？哎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哎，对了，方才有两个男人趴在墙头上看，莫非是他们偷去了？我骂你们两个油头光棍，以后若是让我看见了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小玲，未必是他们。哎呀，小姐，那你的手帕到底是丢哪儿了？哎呀，哎，怕是忘在房中了吧？你在这儿寻，我到房中找。也好。像这手帕之上绣有我的年庚八字，若被外人识去，哪还了得？小姐，你是何人，到此做事？小姐莫怕，
小姐莫怕，小生张庆云乃苏州人士，是才观看小姐探亲路过此地，拾起手帕特来奉还。多蒙公子识趣，我这厢有礼了。哪里哪里，小生读孔孟之书，讲的是仁义道德，莫说是一块手帕，就是千两黄金一当奉还。公子德行令人敬佩啊，小姐过奖了，奉还手帕。小生自幼也爱探亲，若不嫌弃，闲愁一去。数次公子请、闲愁了，闲愁了。Yeah.
有劲过江了。丈夫，相公，老爷又来信了。怎么，爹爹他又来信了？相公，信上说的啥呀？信中言道，母亲病重，要我即刻回家。老夫人有病，相公，那咱可早点回去呀。此事还要与小姐商议，稍时我们从后门进去，你我要小心点。我知道。小姐，她来了。公子。小姐。张木刚啊，咱们到里边玩去。走。
公子，请、啊、小姐，请。哎，公子，为何今日闷闷不乐呀？小姐哪里知道，我那爹爹他又来信了。讲些什么？爹爹信中言道，母亲病重，要我即刻回家。那你意如何？我舍不得离开小姐你呀。公子啊，婆婆有病盼儿归，你怎可我回家吗？
小令，你要好好侍奉你家小姐，公子回来重重有赏。是，丈夫，息怒之上，你要好好照看你家公子。小姐，你就放心吧。小姐，我要走了。公子。小姐，公子，你要记住我的话呀。小姐放心，我记下了。月下相会，二人私定终身。不料老爷一封家书催我家相公速速回来，说是老夫人有病。咦，谁知那夫人有病是假，逼我家相公和天官之女江素琴成亲是真，弄得我家相公是左右为难。明天他们就要成亲了，这王连娟小姐还身怀有孕，等着我家相公去迎娶哩，这可咋办了？这，不行，我得找我家相公去。
放过我！你是何人？到此作甚？我俩伺候我家相公呢。你是何人？我是礼部尚书府秀姐的贴身丫鬟。今晚洞房花烛，相公就不用你伺候了。你与我出去！哼，我不出去。你不出去，我就去请老夫人抬你出去。慢来，我给相公啊说一句话，马上就走啊。相公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三横一竖呀。
不走。为朕心，天诛地灭。官人娘子，
的是胸怀。身得病，老夫挂心中。夫人，老夫上任之际曾嘱托于你，要好好照看咱那女儿，你为何让她闹出病来？嘿呀，我说老爷，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那谁能没个头疼脑热呀？就这么大一点小病，也值得你大惊小怪。你怎么能讲出这等话来？小玲，老爷，你家小姐何时得病？小姐乃是今天一早得下了病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莫非是疾病人来？速到街坊，请郎中先生到来。是。哎，小哥慢走。你这奴才，你乃小姐身边之人，不能好好侍奉于她。如今她身患重病，去请先生，你还要阻拦，你那用心何在？哎呀，老爷夫人，那我是说，不要让她去请一个庸医，让她去请一个名医。哦，这倒也是的，小玲。老爷，快扶你家小姐出来。是。
我儿有病，为父请来医生与儿诊断，赶快坐下。谢爹爹。禀老爷，先生请大。见过老爷夫人。先生免礼，先生免礼。不知贵妇何人前来呢？乃是我家女儿有病。恋爱之病是何日所得呀？乃是今日一早，唯恐疾病，还望先生要仔细诊断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呐。先生请坐。谢坐。小玲，夫人，你为何如此没有规矩，站在你家小姐前面？我是扶着小姐呀。还不让开？是。请小姐把手伸出来吧。儿啊，不要害怕，伸出手来。小姐不要害怕。请把手伸出来吧。诊脉不正常，好像没有病啊。老爷，司令，你伸手做甚？这两天我有一些不舒服，想让先生诊一下。哼，太放肆了，下次不敢。站过一旁。是。这小丫头还怪会捣乱嘞，这小姐不要害怕，请把手伸出来吧。歇歇吧。小玲，快扶你家小姐回去。是。先生，我家女儿当真无病吗？没有病，没有病，一点病也没有啊。不过多吃些补品，安心养神，也就是了。有劳先生了，来来来，这里有纹银二两，请先生收下。慢来，平常我出诊二两银子也就够了，今天嘛，我得收你四两。这确实为何啊？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，喜从何来？小姐呀，她乃是喜来呀，有身孕四个月了。嘿，大胆的江湖，竟敢胡言乱语！我女乃是贵国千金，何来的喜来？你若不信，我愿请着全城的名医都来会诊，若有半点差错，我三代作揖的招牌我就不要了。先生息怒，先生，我来问你，这脉
可切得真，切得真，断得准，断得准，就半点差错。若有半点差错，我愿那身家性命担保。哎呀，老爷，哎，你那宝贝女儿可是给咱王家丢丑了呀！丑！阿人来，赶快取过纹银20两。是。哦，先生慢来，先生慢来。先生，恕老夫一时鲁莽，错怪了你，请看在薄面，不要生气。哦，来来来，这里有纹银20两，奉送先生，请先生收下。您这，先生，此事你可千万莫要声张于外呀。我看在这银子和老爷的份上，出去不宣扬也就是了。我告辞吧。宋先生，宋先生。哎呀，这送不送倒没啥，你那一巴掌打的呀可真疼啊。老爷，这都是你那宝贝女儿办的好事儿啊。连川啊，小奴才，你竟敢做出这等丑事，叫我如何为官？王家的颜面何在？我说老爷，你该如何处置你那宝贝女儿啊？待我将奴才处死。慢着，老爷，你那女儿与何人私通？丫鬟小玲定然知道，不如将小玲唤出一问便知。夫人言之有理，小玲速来。老爷，唤我何事？有话问你。你就是服侍一群差，他的行动你明白。你小姐可曾外出去？可有外人到此来？我问你，小姐怎活？
是鸳鸯连丢尽，徘徊门风我是男人，我本当一刀将你来处死。夫人，小女在家，你为何不严加管教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来？哎呀嘿，你倒怪起我来了，你不说这是那王家的好积德、好报应吗？你要不是那王家有着好风水，还养不出这样的好闺女来。老爷，事已至此，你就该赶快拿个主意呀、一拖再拖，日后若被乡邻们知道，我看你那老脸儿往哪儿搁？这等丑事，倘若传到官府同僚的耳中，定会影响你的前程。也罢，待我将奴才速速处死。慢着，老爷，你若在家中将他处死，左右街坊知晓，恐怕影响老爷你的名声。以夫人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老爷扶儿过来。
是自我了断了吧，爹爹，你与我死，你与我死，你与我死。
官府同僚的耳中，定会影响你的前程。还望爹爹应允。
将。待女儿将孩子生下，我就是死也瞑目了。你这官奴才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脸面讲出要在我王家生下此子？休得多言，你还是与我死了吧。海王爹爹，多多保重，女儿我拜别了。殿中生意一点误，清晨等到天上午，上午等到月亮出，不见客人把店住。嗨，想我路都高，在这苏州城内开了一家高升店，这几日生意十分清淡，我只好暂忍着肚皮打扫店房喽。妈妈，你看女儿衣服褴褛，况且我身怀有孕，
是怕进得府去又是公子体面呐。以女儿之见呢，这以我之见么？妈妈，咱们暂且找个店房住下，待女儿写封书信，让公子前来接咱，你看如何？就依我儿。儿啊，前边有间客栈，你我暂且住下，你看如何？就依妈妈啊。里面有人吗？有，有，有。请问你们是要住店吗？正是。哎呀，请请请请请，我儿快进来。店家啊，可有清静的房间？有有有。可有北漠之宴？有，我选那，我选那啊。请问你们是从哪里而来呀？我们从杭州而来。要到什么地方去？前来苏州探亲。这探的什么亲呢？哎呀呀呀，你这个人，这吃饭给饭钱，住店给店钱，你盘三问四是何道理呀？哎，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们开店人的规矩。店家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这个亲戚来头可大了，他姓张。姓张？像我们这苏州那姓张的可多了，是张三呀，哎，还是张四啊？老爷张学清，少爷张青云，官居大理院。哟，是丈夫啊，哎，但不知女丈夫是什么亲戚啊？店家，我就告诉你嘛，那是我连娟女儿魏国门的婆家啊。哎呀呀，原来是太老夫人家道啊。哎呦，哎，失敬失敬失敬。妈妈，信已写好，不知何人送去呀？我去送也就是了。妈妈慢来。妈妈，你若剩下女儿一人，多有不便呐。这不如这样吧，你们与我看好店房，我到丈夫是人数推快，我霎时就到，即刻就回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这也是的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店家，店家，此信十分重要，可有两不交啊？怎么还有两不交？嗯，这一呢？这一不见公子本人不交。哦，这二呢？这二么？公子身旁有人不交。哦，记下了啊，记下了，记下了。店家，此信送到，赏银一锭。哎呀呀，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，送信，送信。Thank you.
清云，我想来想去，你可真不是个好货呀！你认与不认，总不该把书信给撕了吧？你是让我回去咋给王连娟小姐交代呀？这你是何人？怎么认识我家小姐王连娟？我是高升店的店家，我店的客人王连娟小姐命我前来送信。可那张青云他不但不认，还把书信给撕了。哎，你们说说、哎、我家小姐可真在店中？在我店中啊？此话当真？一点不假。店家你先回去，我们呢随后就到。在带路里边，有请上位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丈夫，我让你到乡下去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相公，有人要找你啊。何人找我？小令。小令？什么小令大令？我不认识。相公，我是小令啊。
哦，是小玲啊，你来做甚呐？小玲妹，不要怕，大胆的讲啊！讲，人来，在，把丈夫带了下去。是。丈夫哥，咱走吧。我不走。丈夫哥，哎，丈夫哥。身在客厅，求相公你见见他吧。哦，你是来乞讨的吧？我这里有纹银一锭，你拿去吧。我要银子。Yeah.
张利口，人来，来，把他的舌头割下来。是。张青云，你个狗崽子！我让你骂，我让你恨。扔了出去。是。哼，看你们还能管住我。哎呀，妹妹。
绝情。认不认他主仆，换且罢了。你不该下此毒手害小吕，小人眼见鼻子深，他孤苦伶仃受苦情，倘若此事我不管，妾身小姐现在何处？现在可点？你带小令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多谢少奶奶。小令妹妹，王小姐，殿下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可曾见到我那相公啊？姐，哎，别提了。却是为何？那他，哎呀，他说他根本不认识什么王连卷。哎，殿下，莫非你把信错送了人么？王小姐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就是那大理院张青云，他不但不认，还把书信给撕了，又把我也给轰了出来呀！我说。Thank you.
小姐，你要多多保重啊。里面有人吗？哦，有有。哦，是你们呐。殿下，王小姐在里面吗？在在在，快快。
生两眼把那人看错，错把那负心汉当作有情郎，这真是一世足成千古恨。Thank you.
我今生不嫁姓张郎，今生不嫁姓张郎啊！
都是你。
封信。